走。疼也骂，疼疼痛。哎呀，练一辈子算个锥子，我疼不？为什么出点汗？我跟你说，你不要活巴巴不动神采，疼不的。啥子嘛？骂疼。老子跟你说，还没生出来，你疼不？人世间两个字，最难区分。我没干呐。我操啊！哈哈哈哈哈！真中含有假，假中含有真，真假假，谁能说得清？现在唯一的办法都是把我们该得那10万块钱要回来。对的，总之是我们该得，我咋不该要呢？不过，那不得相信我噻。那是相不相信嘛？从明儿开始，你都去茶铺里面找那些所有的哥们儿干摆那个事情。嗯。我都知道所有的邻居干不说清楚，现在造成舆论。哎，对的，你这个办法好。先把云给吵出去，风一放出去了，那个时候还要他想用纸来包裹，包不住了噻。嗯，怎么了，娃娃？那些事情千万不能说哈，娃娃的事哦。嗯。哎，那个主持人叫啥子？哎，你啥子？倩倩，本是第一美人的事。女儿倩倩，漂亮的女人你都接到。那女才，你买菜要买裙子回来，结果买上还交。所以说你是出杆子的。哎呀，不要了，出事。姐姐，请问两位有啥子事呢？我们找节目主持。我们那里有好多个节目主持，你们要找哪个？哎，我都。不是，我想起了，叫倩倩。哦，你们找倩倩是吧？嗯。你们找倩倩做啥子？投诉。哦，他不管投诉那个事的嘛。我们那个是重大新闻线索。哦，那样子是吧？他在录节目，你们找其他人要不要的嘛？哎，不。我们都找他。啊，那么好嘛，两位请坐，我去看一下他。啊，行啊，谢谢哈。好嘞。嗯。我说哈。干脆要倩倩找起来了，你不准盯着那个录音录音的看哈。哎呀，你说你啥子？哎呀，现在娃娃都在那歹徒手中，你别咋个的，我还有心思。你想啥子？我还不清楚嘛那个嘛。那关心国家大事，每天要看新闻联播。你天天盯着别个看。哎，你跟咋个的？算算，这是电视台，我们两个就别在那扯。这样子，老师，我看见来了。
你是不是把当时的每个细节都说真话？是说真话嘛？你说的假话我都不太相信，别个哪能相信你嘛？又好又好，我说的每一个细节，因为你要负责任说真话，那个有点影响光辉形象的嘛。你我女形象你说说嘛？你不说我说。你小姐，我是那两位专务。哦，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可以了。哎呀，你坐，请坐，哈哈。我是不是来请讲？我说，是这样的，你电视上报道那个湖南花儿青云团那个建军湖那个登科的呢，不是的啊。那什么证据呢？是这样子的，原来我不是带着娃在湖南湖耍，他一娃娃当时在那耍电动汽车，给吸了几个娃娃。我就在这边给他一副了相机在吹，当然就是越吹越大气，吹吹吹，我还听到娃娃哭起，当时我也很紧张的，我回去抓起来，结果拿过去一看，哎呀，那个电动汽车踩掉了在地上，娃娃呢，坐在那里哭，我老回去，娃娃回家，娃娃回家，娃娃回家，不要哭，娃娃回家，去，赶紧弄个麻药，去。哪里都哭，男孩子呀，是个超市啊，棉袄。这个所说的全是真实的，只是哎呀，要负责个叫你不要报道，因为那天呢确实水喝的多，而且。这样吧，我向台领导汇报一下，明天和你们联系，把您地址给我好吗？好吗？我们住到杨柳街18号。明天见。那我们先去了哈。好，明天见。谢谢哈，再见。好。胡爸，胡爸，胡爸，谁呀？到这儿去。狗血的，明天我就跟着他们老八子。爱国，他儿在我们手上，你还不办吧？乖乖的把我们10万块钱送到我们手上说。哎呀，你晓得个屁！他们老八子假瞎子。只要把那老板子认得到那个真瞎子，我要你跟踪那个假瞎子，假瞎子就找到那个真瞎子，他再把那个钱，怕不暴露自己送到我们手上来，这个叫啥子？这个叫一箭双雕，哈哈，没假没假了，没假了。假发。哦，你怎么把这个假发带去不看啊？这但是问题是我那天好的时候我害怕带去报复的，跑到湖南河边上把假发甩了，知道后不？那你能不能把当天所有人的位置讲出来听？啊，这个可以噻，我当时希望给你讲一下嘛。当时我们俩一直春节的时候，心情还是很紧张，也很气，气是气啥子呀？哎，那个娃娃就打了爪子，结果都没看，嚯，这边站个矮子，这边站个高头子。这边轮子把后头对了的，我当时比较上头的，我根本没按了噻，我身居一侧，紧紧把那刀子绑一坨打地下睡起，哎呀，刀子是刚刚打地下睡起过后，我正准备扑上去一看，哎呦，有枪的嘛，哎，当时还说我吓惨了，这个时候小裤子冲进出来，把枪捡起，就给刀子子抵到，这个时候那个呆子把刀一下扯过去对着我，哎呀，样子好吓人，一冲过来我吓坏，往地下一倒，等到我刚刚倒地下。这是110哈轰就冲进，冲进当时有一个110一把把我抓到，这个是小姑还在这边还说句，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，刚刚又说啥把我放了，然后他们又打扶上去，扶上去过后把那个高绳子一些就用来靠起，结果矮子趁乱当中就跑了，矮子倒跑了，回身转去那个卫兵呢，他们大家压起了走出去了，我一个人那个时候说真话还是很害怕，我就赶紧把娃拉到，我说我们那一子还不跑还抓子呀。但是我们俩也是就拉扯一通跑，情况就是这个样子。哦，这样吧，那你买一副相同的假发，让他们看一下可以吗？这个完全可以的，你不要紧抱怨，这事都不懂他的吗？都不懂他吗？都不懂。我在走，又不是你个人在走，跑那么多家买不到，你怪哪个呢？嘿，那个季节非得买哪个代班假发啊？那代班假发他淘汰了。问题是啊，啥子？
我看。哎，你看，这个带起就强了的，怎么样？上次陆毅打了。又要不得了。你说要不要得嘛？像开了刀包扎布一样，老裤上。可能脱了。你要喜欢好看，来，我给你带个好看的。我肯定带起好看。给门狮子干儿，好喝了吗？老婆早被要说没人，哪个啥子嘛呀？你别吼我嘛，你把老婆都吼昏了，你好点。哎，不打我了，怎么的嘛？两口子说个话，我说啥？喂，鸭子，我想买个假发来戴起，是吧？你买个名牌，买个头盔，或者买个不着啊？哎，你这姑娘咋那么啰嗦？你说这样呢，普来或者水也不深，哎，我去找一下嘛，说不定冲到那个树枝挂起了嘞。可不可能嘛？本来我那个啥，你在哪去找嘛？那把也好办嘛，我直接找那个郑科长，哎呀，当面过去把敲定嘛。你怎么要在上面喽？我咋不晓得那个强强采访过他嘛？你肯定就晓得的。找现金去了啊？还在我那儿办过次，我一个人去嘛，我分分钟搞定，你在屋头嘛，你不要着急嘛呀。接到你的麻烦了。是嘛？不要那假发都是可以了嘛？你们是说要和郑科长面对面讨回公道？肯定是真金不怕火了的。那准备什么时候去呢？我现在都想去。哦，郑科长的单位你好，我这有。嗯。好，谢谢你啊，我马上去。王主任，好，有事就跟我走。那个有重大独家新闻。是不是？嗯。好嘛，这样子，我把司机小赵、摄像小王喊你入去嘛。最好要微信摄像机，我要偷拍。要得，先去早点回来，好吧？等到你啊，辛苦，行。哎，谢谢，发现没有？家长身后那辆天三轮，好像在公共。注意到了，赶紧来，他拍下来。好。上车呗。好。你那个郑科长在不在？哦，说查查查查查，这就是干部大员郑科长。哎，你耍过？你认得我不？我认不到你。哎，你连冒充我，你还会认不到我？认不到你，我有哎，你要跑着。跟到我追啥子嘞？我跟他真一追，我还想把你推到狗压路机底下去把你碾死。你不跑我就追你了，哼！你不该去冒充那10万元吗？你，哎，那天见义勇为的是我哈，是你，是我，是我，是你啊！你敢不敢赌个咒？我们在个压路机底下去，真的哦！实在不行，我们就在那儿赌个咒，那不是你碾死吧？歹徒已经把我的儿子绑架了，是你他怎么绑架你的儿呢？是你，歹徒真的把你的儿子绑架了？对，他不是跑得更矮子啊！哎呀，
那这个事情咋个办呢？还咋个办？你倒撇脱，你也吃得好，你也有些资源，你咋去跟我打火球哈？那干脆这个样子，你反正社会上的人，名对你不重要，我是官场上混的，那个名对我就太重要了。这个样子，名归我，利归你。你的意思是了？哦，这个样子嘛，那个10万块钱，我们两个三起开。嗨，三起开，鬼起开，歹徒矮子要要10万。该，那这个样子，命全部归你啊！不，命全部归我，利哈都归你，哈归我。问题是我已经给人家电视台的说了的嘛。电视台，哎呀，电视台那个有啥子嘛？电视台那个吗？我值班。你再去给他们说，你只是为了那个10万块钱才去诈骗的。是噻。你说的，你妈个别动我，我就把自己都要弄起。我跟你说，我们这些官场上的人，那个是懂法律的，这还没有成事实的事情，不得追究你的。是不是真的哦？是嘛，我别我说你也不相信说。你知道这样，我再跟他拼命的哦。哎呀，命归我，利归你，就这个样子。那我想一下嘛。不得想到的呀。没得想头，没得那想头。哎，他是。哪个？哪个？你下次别动哈！你娃儿在老子手上。他就是那个矮子捉他歹徒。他说：“你这个小子。”我娃娃就他绑架的。比老子还凶！嗨，听到？你们刚才的话我都听到了的。哦。要得，你得名，你要娃儿，老子指认的都去。哦。哼，你姓曾的，给你婆娘打个电话，有手机没得？我们。严谨的很，老子弄你这种狗日的，听到？好说。老子的手机不给你用，写个条子，喊你婆娘把钱，你给拿去了。如果不来，告啥子？我要等我等。啊，你就求你了嘛，你给你婆娘写一个嘛。不然我娃娃在那坐着，你也写一个嘛，你也写。不行，我跟你，不行。我已经错了一盘了，我们再这样子跟他两个就是一起犯罪。家大，我跟你说，我们两个联合起来把他弄翻了。公安局，哎，爸，你妈，我跟你，哎，家大，快来救我！家大，快来救我！哎呦啊！他们肯定在这里。都是打死的，搞死的，歹徒啊！老子拼命了，老子不。抗拒从严，你快点说，娃儿到底藏到哪里呢？哎呀，都10点了，这不，我娃娃。还不来电话到哪里去了嘛？文姐，你是啥子意思？你约会到啥子？穿到鬼医院。韩娃，老子跟你说哈，我买过12点钟没回来的话，算了你。同志们。
上级通知，因为男孩一抢劫银行的歹徒绑架了，已经三天了，估计在城乡劫富未逮。我命令你们立即出发，对城乡劫富进行彻底清查。那个强强亲自打电话过去，亲自亲亲、啊、哎呀没得怪，还不要说话了，马上开始了，开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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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位观众你们好，现在播报晚间新闻。湖南河一家储蓄所被抢，一位见义勇为者挥拳击倒歹徒，保卫了国家财产，谁想到事后竟出现两位见义勇为者。经警方调查，真正的见义勇为者并不是本台曾经采访过的甄科长，而是下岗工人贾打同志，并且贾打同志的儿子还协助警方抓获了另一潜逃歹徒的姘头。而冒名顶替者因协助警方抓获歹徒有功，警方决定不予追究其责。贾老六，今天晚上我请客，拿到王伯伯帮忙组织一下，陈少轩结伙吃火锅。差不多切过你的事，这儿要喝茶嘛，瞧得起这儿嘛。哼，又要大学文凭。来来来，
你身份还是咋子？你要有没得啥子假文凭？哎，没听说过。哎，伙子，今天卡拉 OK 小姐巴适得很喽，去别耍了。啊少玩呀，你有就有没得就算了。哎呀，哎郭老板，看你是真心买，你要买哪一种东西嘛？今天俺们这个给我又搞个大学文凭，你搞得起不？搞得到不嘛？啊，你放心，绝对资格得很。我办的文凭啊，好多钱，好多钱，就说钱。钱，通价问得到的。嗯。大专300，本科500，博士生研究生800。哦，你又走之前太深了嘛。郭老板，只要你安心买，都可以商量的嘛。你说个价，你要哪一种？你要哪一种问题，我们跟再说。清华大学的。哦，可以嘛？这样子，500。250。哎呀，我250说的好难听，你们两个哪个是呢？那你说个市价到底好多？算了，郭老板，就算我跟着看，赔了你两250。大家朋友们，还有什么可以的？那我你把车下，你把车下，我看这个。可以，这样子，郭老板，你先给一块钱，过两个小时后你要找哪？交定金。你们好了哈。哎呀。总该回来找份工作，干我们这行。哎，郭老官，文凭是假的吗？你的钱要是真的哈。你转人了你？哎，你不要跑了哈，我没得事，没得事，没得事，没得事。我认得你啊，杨哥。哦。等等。哎，我要整你哦。哎，你吃药。哎，好。你来，你吃不吃？我不吃。你吃不吃？你是不是来应聘的？哦，请吃药嘛。学历证明呢？哦，有。先填张表嘛。请问这个博士的博是咋写？竖心上面一个普，下面一个村。哦，嗯，你干脆帮我写个手上去。你写吗？等一下，你给我写手上去。啊，你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的？嗯，剑桥大学毕业过后。嗯，在美国摩根财团当了3年经济师。很不错，很不错。你好。好。应聘。聘。请问你在哪里工作呢？工资。哦，就是哪里上班？哦，有班上过来跑来做啥子呢？下岗了。下岗了。哦，不是，我炒了老板的鱿鱼。哦。好，有脾气。请问你的学历？高校毕业。我们都是人民的小学生噻。谦虚，谦虚，太谦虚了。那，请问你的学历呢？我也是小学生嘛。哦，嘿，我们排开这个人民的小学生不说，你。到底读了几年书？我是北京大学的研究生。哦，北京大学的。请问你的学历？我清华大学的博士生。佩服，十分佩服。这样子，
来我们研究研究再回答你。好好好好，谢谢哈。周司长。今天有一个人来应聘了。哦。假的。你咋个晓得是假的？哎呀，搞这些玩意儿，我是一整套，我还能辨别不出来啊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这些表，总共不到100个字，人家的我的错别字就有7-8个，还我认不到的。那你也接不进去？哎，当然要加一下。你我今天都要有事先准备。那当然。我们今天受聘的可能性都不太大。为啥子呢？你看那边中间那位穿西服的年轻人、听说是美国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双料研究生。双料？还有他后面那一位，你看、听说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博士生。剑桥大学？哦，那还有你旁边那位女同志啊，听说是博士后。哎，那两个跟我们比资格嘛，就不说了嘛。哎，那这个博士后，就明显是排到我们后头来的。你想，这个顾名思义，博士后，那就是博士的后面是。优美，你太优美了。其实我觉得这个文凭不太行了，是吧？哦，这是。贾博士。哦，喊你，喊我。他们喊你不答应呢。我说你喊他们，喊我。你是清华大学的博士生贾大先生嘛？这样子你干脆把文凭退给我算了。耍我们说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害怕恐怕我资格不够。资格够不够？你坐了不睡？我们董事长坐了睡。今天董事长见了见你。是倒是，但是问题是他们都还排班在我前头。先见哪个？我们董事长说了算。走。好，那你们坐下哈。快点去。你坐下哈。好。董事长。嗯。来了。哎，董事长，你吃饭没？贾博士，你咋个读书都读晕了？吃饭没有？那是70年代的事情了。80年代都兴问，发了没有？90年代都兴问，离了没有？现在都兴问肾还好不好？那都是你肾好不好呢？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坐吧。不好意思。贾博士，你在清华大学是工作的啥子专业呢？我那个毕竟人家有点嘛。哎，我今天就能亲自来问你一下。反正是国际方面的。哎，那你就该在外交部去招聘了噻。人家外交部又没发招聘通知书噻。哎，你不要假的，你到底是读的啥子系？是国际关系。你咋说是啥子系就啥子系？我咋晓得呢？我给你提醒哈，是不是国际？国际贸易。哦，那你洋盘了啊？哎，博士生，那博士生会几个语言？你会哪几个语言呢？英国。哦。日本。啊，日本。还有，苏联。哎，先说英语。那我就说了，好。好。喂 ，Hello， Yes， OK OK， 拜拜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再说日语了啊。日本话。啊。那我站起来说啊。对。日本话。啊。我这个日本呢。啊。递名片最讲究。啊，他不行，我们这儿递名片，有时呢，我的名片还多水的，
哎，来，小妮好，小妮好，人家好讲究哦，哪怕开个麻辣烫，人家当经理印名片，都多讲究的，人家的名片都是站在你面前规规矩矩的，用只手把名片拿到举到头顶上，都是嗨，你看人家好那个，他但是那句话，你听，你说嘛，那我就说了哈，嗨。你和我们和你都是一码事。哎呀，好好好，那你能不能够把这个吴语再说一遍呢？啊，吴语，吴语，吴语是这样的，他们都说我在屋头怕老婆，怕我们那个家属儿，他们就给我取了个吴语的耙耳朵名字，他们说的是居里洛夫斯基帕尔多洛维奇帕奇夫。还有要不要给我婆婆娘配了个名字，还是叫我个名字叫你死你娃子儿。那对吧，都是让我就走了。你不能走。哎呀真是人才难得呀。哎呀，这总经理兼法人代表，哎呀，非你莫属了。你是个新老。哎呀，人才呀，真是人才呀。哎，翠翠，哎，外面还有好多等着招聘的人啊。七八个了。哎，叫他们另谋高就吧。哎呀，真是人才呀，人才呀。喂，不好意思，本公司总经理人选已经确定了，谢谢大家哈。不好意思，这不会又抽到我？不好意思，总经理上班来了。哦，哎呀，家中经理来了，哎呀，来上班来了，哎，请坐，哎，请进。哎，你把隔壁办公室再清理好。哎，贾总，从今天起啊，你的年薪就是20万啊，每个月只用3000块啊，年底付清，满意吧？哎呀，满意，满意得很哦。你的办公室就在隔壁啊，从今过后啊，这个钱钱就是你的秘书了啊。哎，都是我表你秘书，我表你秘书。哎你这个总经理还没得你说咋个行呢啊？都是让你说实话。我就是因为去年子扣彩票得了大奖，哎呀，后来钱全部拿给你们说我真夸大的呀。再说我那个老婆家属分又歪得很。他要是晓得我这一次又有女秘书啊，还要舔到我那个老虎，不然我拼命才怪哟。哎呀，真是一朝朝蛇咬十年怕井绳了。好，那就不叫女秘书，我们就叫他总经理助理，怎么样？好嘛。对，另外就是这个钱钱还兼财务总监。哎，换句话说，就是出头露面的执行是你家中，内当家，就是钱钱了啊。哎，那董事长，你做啥子？我就不搞什么具体工作了啊。这个有啥子事情，钱钱晓得给我汇报啊。哦，对了，等一会儿叫钱钱预付一个月的工资给你。哎呀，你还是把你这身行头换一下吧。卖钱不卖钱，圈子要走远噻。董事长，其实我有经理来的媳妇，我能好几套。哎，那个时候得了大奖的时候，哎，我们还是洋盘了几天的哟。哎，你有手机吗？是。有，你给我看一下，给我看，有真的有，给我看一下。哎呀，家主，你真是家大哟。好，把我的手机拿去吧。好，那你呢？我还有，工作，前天晓得给你交代啊，走。我们到柳园度假村给家总经理接风去啊。
哎呀，算了，为了方便哈，你慢慢讲，我的都没得耐心。啊，董事长，我的鱼都上钩了，你呢？看过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哎呀，姐姐，你看，我钓到一条大鱼。就这里，这里好。不得吃吧？没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对不起啊，家长，来不起了，总。啥子？说这些来不起了？那就再来几次。哎呀，我老家喝酒去的那个，来几瓶就来几瓶。再喊个小姐来陪你哈。小，这个就免了，这个我有点虚火了。算了。哎呀，没得啥子。这个我有点虚火了。哎呀，这个啥子关系嘛？姐姐，你说来。说。我晓得你们啥关系嘞？我还是不要。哎，你别问我要噻，你不能不懂我要嘛。你是老板，你听你的。那好。再来四名长生干活，再喊个小姐，姐姐，好好陪他家中。老板。你说。小姐贵姓啊？我姓陈。老板在哪里发财呀？哎呀，家总，干杯！好干。家务去。陈姐，你把家子陪好哈。你瞧你。家总。嗯，你好能干哦。哎呀，不能干。家总，你到我们公司来，我是高兴惨了的哦。真的呀？哎呦，住院啥子嘛，多过来点噻。你到我们公司来，我去搞头喽。真的啊？来，喝酒，好。哎呀，裴小姐、啊。你今天碰到我啊，你真是上辈子积德积得好。哎呀，董老板，那我今天不是遇到财神爷了哦？你就是遇到财神爷嘛。家总，我们全看你的了，你是我们的希望哦。没得事吗？哎，我真的有那么凶啊？是噻。来。那你们喊我做啥子呢？你想不想2000元还是2000万元？咋个不想呢？我做梦都在想。不过像我们这种人。咋个可能嘛？遇到我就可能了噻。是不是？你听我说，我给你举个例子哈。比如那鸡下蛋，比如你就是鸡。不是个会是鸡吧？我是鸡哈，不，公鸡也不下蛋哈，那都不合适。干脆跟你说吧，重庆有一个刘姥姥。自己发展了20个下线，每台机器按照30%提成，他就一口气赚了22.8万。哎呀，那么多呀！他的20个下线呢，又通过他的亲戚朋友，又发展了15个下线，15个下线的下下线，又去发展了15个下下线的下下线，就是这样子下
将来一分一不争，是应该嫁，那是应该争，是应该嫁，那是应该争，争是嫁嫁嫁嫁争争争来盼。真的嫁不了，嫁的难天真，真的嫁不了，嫁的难天真，真的嫁嫁嫁的真。